他遣返归吧，然后他报复性踢我。嗯嗯嗯。这场球呢，咱们在这个跟对手周旋了90分钟的时候，意外的失了一个球，这是不是很遗憾的一个球？就是比较遗憾吧，因为跑到90分钟嘛，而且对方罚取一个人吧，觉得可能进入加时赛我们的机会更多一些，很遗憾别人90分钟的时候吧进一个球，比较遗憾。嗯，那恒大全队参加这次世界杯，你认为收获是在哪些地方？首先跟欧洲冠军还有这个南美的冠军吧能够交手，首先这个机会就比较难得，然后作为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世俱杯吧，肯定是抱着学习的目的吧，然后跟对手交流，包括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嗯，